国画写意是中国画传统美学的艺术观，一种国画的创作理念。它强调用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来构建画面，不受传统规范的束缚，而追求个性化和创新性。唐代张彦远在《历代名画记》中就赞扬顾恺之的人物画一存笔仙，画技亦在，所以全神气也。今天是笔写意著流心中的一簇美丽小花。
谢谢您的收看，希望有您的支持。